指第三十六式，主要是以擒拿为主和贩售季节。为了便于大家掌握少林指第三十六式，我们先讲少林三十六式中拳法、肘法、棋法以及躲闪动作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在这里边，大家通常能见到的直拳、掰拳和勾拳。下面我把直拳给大家示范一遍，连贯示范一遍。直拳在这个出拳式，首先要滚出滚入，讲究一个旋转。 一个旋转，全面始终朝前。他挥手的时候，要挥手格斗式。你比方说，在这个马步重拳式，他也是滚出滚入。他这个旋转主要是这个拳旋转。你不管是这样重拳，他这个全面始终是朝前的。他是在格斗式重拳，他这个全面始终是对着正前方。 下面把摆拳，大家讲解一下。摆拳在出拳时，首先身体要下蹲，后移，随后一个仰周，一个抬肘的动作。但这个动作不需要幅度过大，它微微抬起，由侧面向正前方摆击。它这个全面始终是向着相对的方向。 这个右摆拳和这个左摆拳是同一个道理。当你往前摆的时候，身体首先要下蹲，它起到一个发力的作用。由底到腰到肩，穿至全面，后移从侧面向前方绕行，打向侧面，也就是正前方。它这个全面是相对的，全面始终全能朝上。 练起来给大家做一遍。他为什么要下蹲？主要是一个蹬地、拧腰、送肩这三个动作。你不管是左拳也是，下蹲、蹬地、拧腰或者送腰、送肩，他一节一节离松地发，首先要下蹲，再发力。好，下面把这个勾拳。 上勾拳给大家讲一下，这个上勾拳和掰拳，它基本上动作要领基本相同。再出拳上勾式，它也是要求身体下蹲，它重心在于两腿之间，它不要前移也不要后压。 如果你要发拳时，身体首先要下蹲，一个蹬地，顶胯，唯一不动的它是送胯往上送，拳呢是由下往上投击，它这个拳面始终是朝上。这个右勾拳它也是由后向前，它一个踢胯，顶胯由下从下往上投击，好，连贯给大家做一下。 它这个在三十六法当中比较常见的有正蹬、鞭腿和踹腿三种腿法。下面我把正蹬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个正蹬动作一般是在一只腿独立的情况下，另一只腿屈膝上踢，脚尖上勾，用脚后跟向正前方踹击。 这个鞭腿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横踢，从侧面首先也是先踢起，随后反胯，脚尖绷紧，用脚面，用小腿外侧，向相反的方向，弹击。
这个踹腿和这个横踢，它基本前面的动作相同，首先也是先踢起，然后脚尖勾起翻胯，用脚的外侧向前方踹击。好，讲过拳法和腿法之后，我们把肘法和膝法连贯起来给大家讲一下。这肘一般有横肘、杂肘还有顶肘三种肘法，膝法一般有正膝和侧膝两种。肘法一般横肘一般是在对方攻击时从侧面掰击对方面部，有时候下蹲的时候掰击对方的肋部，由一侧向另一侧掰击。他冲肘一般是右后向前冲，右后向前冲，他来回的循环攻击对方这个中心部位，这个胸部以及腹部这个部位。这个杂肘一般是攻击对方的背部，他一般是把对方按住之后由背部后心砸。这个膝一般有一个上踢，上踢是正面踢对方的腹部、腹部胸部或者是上颚。这个侧面侧踢，它主要是袭击对方的肋部，从侧面往上踢。下面我把这个肘和膝并用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第一是头部击臂法，如双方在交战时，对方猛向我扑来，用双拳向我头部翻盖时，我用双手隔住对方来时，顺势用头部击向对方。这个臂部主要是用这个头啊，头在人体当中属于最硬的部位，而在脸部臂部是处于比较薄弱的部位，所以用头部击打对方这个鼻子，能迅速缓解对方的攻势。你可以争取时间进攻，连贯起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二是拿肩踢膝法，这个动作在日常当中比较实用，也比较常见。这个对方很容易用右摆拳啊攻击自己。他用右摆拳时，你用手抓握对方右手部，迅速用你的右手拍击对方后脑，这个后边这个脖颈这个部位，迅速用你这个右膝上踢击打对方胸部或者面部。这个右手下按膝盖上踢，给大家连贯演示一遍。第三式用肘击来法，这个动作在少林拳里边，他这个马步夹打，他可以换成肘。在这个少林拳里边，他讲究死穴活用，在这个实战当中
抹布，它这个动作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是比较方便，二是比较实用。比方说对方仍用这个右摆拳向我击打时，我可以先接住对方的手，随后交完步子，右脚可以上步，用肘部撞击对方的来部，因为来部属于人体最脆弱的地方。原来你这个击一下，通常说拳轻掌重肘要命，所以说这一肘下去，对方基本上没有可能再起来。有时候这一肘下去啊，可以使对方这个半身瘫痪。所以在这个大家学习当中，学会之后请勿乱用。好，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四式用肩击打法，人体基本上有十拳，头为一拳，肩为一拳，肘为一拳，拳为一拳，胯为一拳，膝为一拳，脚为一拳。所以说这个肩部它在人体攻击当中它也属于一拳，所以说在这个击打当中它的杀伤力也比较强。比方说对方用摆拳或一般的勾拳击打时，这属于近身打法，对方这个勾你腹部的时候，你这个手可以下按，将对方这个来势给隔挡开，迅速上步，用你这个右腿扳住对方的下盘，使其失去重心，随后用你的肩部击打对方这个胸部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五式用胯击打法，这个胯部在实战当中也比较常用，它一般都是在对方攻击时，也是靠近身体，它和肩部一样都是近身打法。所以这个胯首先它要近身，比方说对方用腿打过来的时候，你接住对方腿之后，这个迅速要上步，要近身。这个近身他首先上步的时候，这个脚啊快要与步伐相配合，就夸你随便一挪，基本上就可以把对方撂倒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六式用拳击打法，拳在实战当中最为常见，在生活当中用的最普遍，所以说拳用起来比较灵活。比方说这个冲拳、直拳，所以说这个直拳、这个摆拳，它的用途比较广，对方你可以起到这个防守和进攻。你比方说先进攻的时候，直拳的速度相当快，如果对方向自己攻击时，你这个拦住之后，迅速用直拳击打对方的臂部或胸部、来部都可以。如果对方由下向上用勾拳击打时，你也可以一个压，可以近身打臂，可以掰，也可以这样掰。所以说这个拳的用途比较广，它用法也比较多。下面我们把两种，一个是下压冲拳，一个是隔挡冲拳，给大家演练一遍。一个是隔挡击毙，第二个是这个勾拳。第七式抱短腿摔法，这个动作是一个下腹
前进，前进的动作。比方说，对方用侧踹踹我时，我身体下蹲，在靠近身体之后，要进对方身体，用这个双手啊抱住对方的腿，一顶使对方失去重心倒地。比方说，对方用踹腿，他这个腿踹起来之后，我这个一近身抱住他的腿，然后使对方这个倒地，失去重心倒地。他这个讲究一点是，这个下蹲要快，近身要快，抱腿提起要猛，要不然他这个腿会收过来，容易打到自己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八式抱双腿摔法，两个人要发生争执想打架时，提前进攻使对方倒地。当对方推你的时候，你这一般的他推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他的手给打开，打开之后你可以下蹲，用双手可以抱住对方的膝关节这个部位，迅速上提使对方倒地。倒地之后你可以进攻，也可以闪过来做下一个动作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九式防背后偷袭法，当你知道背后有人跟踪自己时，当对方发起进攻向你扑来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抵御。比方说你在前方走路啊，你发现对方从后边扑来，他肯定先从后边抱住你，你这个下蹲是对方抱空，你这个下蹲的时候全可以上举，一可以护顶，二可以使对方这个手臂更加抬高，用这个拳可以袭击对方这个裆部或者腹部都可以。所以这个反应要快，而且要敏捷，要求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拳术里边练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始终保持极高的警惕。好，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十式拿手法，这所谓擒拿手的一种，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。当对方拍击自己肩膀或推自己胸部时，你比方说拍肩，你的手首先从外侧绕向他手的部位，用你的大拇指掐住对方这个手掌的背部，最后你这个旋转外翻。如果对方的力量稍微大一点，他可能进行反抗，他这个反抗的时候，你顺势用右手也是用大拇指卡住对方这个掌背，这个下撇使对方这个手指手腕，手指主要是亲这个手腕，是对方这个手腕手控，他这个疼的情况下肯定要随你的劲道或者方向下蹲。这个东西是不由自主的，你可以让他下蹲，也可以踢左撇啊，他都可以控制对方。如果是用右手的情况下，他用这个手的情况下，用右手上绕，用左手配合将他制服，这个一般是不伤到对方，可以把对方一下擒住。我们示范一遍。
另一只手示范一遍。第十一式单抓拧臂法，这个是在对方袭击自己，不管是用左臂或者右臂，先用右臂或者用右摆拳或者直拳，我可以先一个闪一个拦，这个闪起到什么作用，一旦拦不到对方的时候，防止对方袭击到自己，这个手拦一般可以把对方的来势给隔开，抓握，这个抓握情况下，你这个右脚向敌对方这个右侧上步，转身右手接住，左脚向后撤步，上踢，这个上踢一定要上踢才能擒住对方，要不然对方容易转身。控制不住对方，如果这样一拧，对方可以随意的转身卡住自己的后部，所以你要上气，身体转不过来，推腰上气可以把对方擒死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，第十二式黄龙翻身，这个动作比较简单，但在实际当中比较实用。对方用拳向我击来时，这个用左手抓住对方手臂之后，抓住对方手腕之后，从上从左向右旋转过来之后，绕到对方背后下拉，可使对方倒地之后，你的手可以抬起击打后部，腹部也行，到时候可以灵活运用。下面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，第十三式卡后掷地法，如果对方想要扑来时，首先先抓握对方手腕，顺势右脚两脚交换上步，用你的右手变成鹰爪卡向对方后部，将对方擒获。还有一种，当你击打对方，对方迎住你的手，你可以转身卡住对方的后。第一个也属于防御，第二个属于反败为胜。转身要快，他这个后部你一定要卡死他，以防对方反击。你如果不想伤到对方的情况下，你尽量不要过于用力。人身有三大死穴，上打咽喉，中打心，下打丹田，命归阴，所以说这种招式是非常厉害的。在学习当中你可以轻微地不要太用力，那样会很容易伤到对方。我们把第一个这个卡后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第二个，第十四式压肘法，如果对方用右拳向我腹部击来时，我这个身体向左侧身，我用右手抓握对方的手腕，最后反转一拧，用左臂压对方这个肘部，
这个下牙，这个牙质，以防对方这个手部弯曲。所以说牙质，还有一种，对方是左拳或者直接进攻，我这可以扫向后移，顺势上步，压肘将对方制服。下面先将第一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下面一种，第十五式憋臂法，这个动作属于主动进攻，擒获对方。如果敌对双方面对面站立时，如果你想擒获对方的时候，左脚上步，用左臂擦向对方这个右肘部，迅速上翘，随后用你这个右手抓住左手的手腕处，然后下压。这个动作主要是擒肩扣死，攀住对方的肩膀扣死下压。这个动作如果做到位的话，对方动都不能动。这个擦臂首先要快，这个憋臂下压要一气呵成，要猛。一般在对立的时候，第十六式擒龙手，这个动作主要是擒对方这个头部，这个一般对方袭击自己上部，先拦击对方这个攻势，抓握对方这个右手臂，随之上部，这个右手从后边操击对方。比方说对方头发长的话，抓起对方这个头发，如果对方头发短的情况下，可以抓起对方这个肩部，都可以将对方擒获。好，连贯起来给大家演练一遍。第十七式拧臂踹腿法，如对方用直拳向我面部击来，我身体后移，双手接握对方手臂，旋转上拧，身向左转，然后用右脚踹向敌人这个腿腕处，将对方擒获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十八式破前抓法，当对方用手抓住我头发时，抓住我头部或者头发时，我这个双手迅速拍击对方这个手腕，使对方这个手不能离开，迅速我这个低头蹲身压起对方手腕。还有一种，如果这个动作和刚才这个动作做完之后，这个动作也可以将对方擒获，这个你可以不用这个压手，可以这个抬手旋转的形式可以将对方擒获。他这个肩部一收直，手肯定要松开，如果抓着头发过来一上提，他的手肯定要松开。我们先把第一种给大家演示一下。
好，第二中。第十就是打剪指地法，这个动作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，在出门旅行时可能遇见。比方说当你遇到一个歹徒，他这个先问你要钱时，兄弟拿钱，给钱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可以把他制服。怎样制？当他抓住我肩膀时，我这个右手先将对方这个手抓住，随手这个手上抬压肩，然后这个手松开，迅速下压，这个把对方制服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我们把它做一下。第二十是顺手牵羊。如果我打向敌对方，对方抓起我手腕时，我用反手，这主要是一个缠绕，反手迅速抓紧对方这个手腕，顺势后拉。左肘压对方这个手臂，这里边主要起一个反手作用。当对方一抓抓住，一个反手起到一个反手反败为胜的作用。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二十一式前手踹来，这个动作如果对方用右拳向我袭击时，我首先先抓住对方的右手臂，迅速用右脚上踢踹起对方。如果对方用左拳攻击，我可以身体后移，用左手抓起对方左手臂，左脚可以直接上去踹击对方左肋。先将第一个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二个，走。第二十二式截腿拧足，当对方用横踢向自己踢来时，这个左手从里边朝向这个小腿这个地方，这个左手掌要离扣，这个右手拍击对方这个右小腿，然后用这个肘部将对方这个膝盖控制死，用这个右手迅速踢起对方这个脚后跟，使对方这个身体旋转，这个倒地之后用这个右手摆击，摆住这个对方这个脚尖，向这个右边拧。下面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二十三式截腿摔，这个动作比较简单，也比较容易。这个对方用右横踢，也是扁腿向我上踢进攻的时候，我同样要操住对方这个膝盖，要用这个肘
控制对方这个膝盖，对方很容易屈膝把我这个肩部，所以我必须控制死。随后我用这个右脚上步绊住对方这个脚跟部，使对方这个失去重心，我身体一拧，对方将倒地。连贯起来演示一遍。第24式抱腿顶摔，这个动作比较复杂一些，这个步骤比较多。首先对方用拳攻击我，首先先帮对方这个攻击化解开，或者上腿或者左摆，你迅速身体下蹲上步，转身挪到对方这个背后，背后之后这个左脚向左跨步，随之跟着对方这个后步迅速这个身体下蹲，抱紧对方这个膝盖，上踢使对方倒地，可以这个一放踩击，这个可以灵活运用。这个步骤比较多，我们慢一点给大家演示一遍。连贯起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5式挂腿摔，这个动作比较简单，一个上步一个交叉步，在少林拳罗汉拳里边比较常见，在实战当中这个步伐非常重要，在这里边主要讲究一个步伐。首先先格挡住，随后这个右脚上步，这个上步朝向敌方这个腿弯处，一下压可以将对方给制服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6式背摔，也是这个讲究下面这个小步比较多，转踢，在这个演练当中我可以讲解的比较清楚一点。比方说对方这个向我攻击，我首先来着这个上踢的攻势，这个左脚稍向回收一点，然后这个右脚上步，这个左脚再挪一步，下一个这个跨步要顶住对方这个，让臀部能抵到对方这个胯部，这个右手啊从这个肘部上跳，顺势从这个后边抓住对方这个衣领，这个托起把对方从身体上背过去。它主要是一步两步一个拧身，连贯给大家演练一遍。第27式扛摔，这个动作对方向我攻击时，我先将对方这个来势给夹住，随后我两步交换，右脚擦向对方这个裆部下面，然后我身体下蹲成马步，右手从裆部擦向对方这个右大腿，用肩部将对方扛起来，然后把对方给扔出去。此动作非常简单，一个上步扛，主要这个肩部顶住对方这个腹部啊，一定要顶死。我们连贯给大家做一下。
第28式提起夺刀，这个动作对方这个持有兵器向我刺来时，这个动作也非常简单。这个对方持有兵器向我行刺，我将身体侧开，将对方这个兵器给闪过去，双手迅速抓住他的腕关节和肘关节，迅速用力用右膝上踢，把对方这个兵刃给打掉。然后你可以从他的背部及他的后脑部位这个穴位可以砍截啊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29式夺劈面刀，这个动作如果对方来势凶猛，向我左劈右劈这个前刺，这个抓住对方手腕之后迅速转踢，在前面这个擒拿手里边，我们迅速转踢，将对方这个手臂给拧起来，用这个右手托起对方这个肘部，使对方这个手上踢，这个一上踢肘部一控制，你这个一使劲，他这个对方肯定要松，你顺势可以夺过刀子，擒过对方。我们把它连贯做一下。第30式拿手夺刀，如对方将刀架于我脖子上时，我可以用左臂将对方这个手给割开，抓握迅速拧，这个由下向上提提抓，用这个手啊基本上一推，他这个刀就可以掉了，掉的同时你可以顺势下压，使对方倒地，他这个刀失去作用。这里边主要一个推弯，这个拧这不用了，这个拧之后主要一个推弯，这个和前面那个擒拿手里边是一样的，这个一缺弯，这个刀朝向他自己，这你这个一使劲，他这个刀肯定要掉。下面连贯给大家示范一遍。第31式勾腹拍背，对方这个用右外拳向我击打时，我这个身体下蹲之后，然后用这个上勾拳勾向敌人腹部，勾对方腹部的时候，对方肯定要探腰探肩，所以用双手拍击对方这个肩部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32式压肘击打，这个招式也可以说是顺手牵羊里边的一种。当对方用右直拳向我击打，这我可以顺势顺着敌拳的力量前带下压，顺势用这个肘啊抬起来下砸对方这个后背或者这个后心击打。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33式七七击毙法，这个动作如对方向我攻击，我这个顺势将来势给割断开之后，这个抓住对方这个头发或者后脑，用这个正踢旗啊击打对方这个臂部，
连贯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34式擒手击胸法，当对方用直拳或者摆拳向我击打时，我将对方来势抓住上拧，随后我上步用肘部击打对方胸部，连贯给大家做一下。第35式封手踢腹法，当对方双手出击时，我将对方两手抓住，左脚后移，右脚尖上勾，用脚跟蹬向对方腹部，连贯动作给大家做一遍。第36式闪身正蹬，敌我双方当对方用前脚向我横踢时，我将对方这个来势给击拍下去，对方紧接用后摆向我击打，我迅速下蹲躲过这个对方这个后摆，顺势这个起身要快，在对方没有这个转身的同时，迅速蹬向对方这个后背，连贯动作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少林之第36式全部教学完毕，在这个36